来夕阳下。哎，你好，主播。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咱们村儿这个村长为什么一直能做呀？来打个身份证实名制，我跟你聊。来，接受。我可不以跟打你聊，开，哥们儿，没问题。来，不是我不打开不能聊了吗？你方不方便嘛？你说不方便算了。我这又不是私密账号，我确定一下哪类人。不是我又不是私密账号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哥们儿，我想问一下子，像美国那个四年一换班的整的好不不是好啊？咋样？我不跟你聊美国，我就聊村内。不是，那你没有对比吗？不用讲对比啊，我认为不换挺好的。抬啥呀，哥们儿？你不实名制账号吗？你要一觉得一直不好的话，那说换着的好处是啥呀？不用辩证吗？实名制账号，拿你31账号实名的，咋的？说不出实际问题了？就现在都这么怂了吗，哥们儿？你要说这不好，差在哪儿？你要说人家那个好在哪儿？就这水平吗？对不对？你讨论好与不好，你就是两个公司，你就拿两个公司跟着对比。你说看人家这个制度啊，人家上班不用打卡，下班不用打卡，他好在哪儿？是不是？你这个差，你差在哪儿？啊，我不是讨论那个，我就是讨论为什么不一样。装什么乖呀？装什么清澈呀？你就是讨论的话，你不怕的话，哥们儿，你为啥你能整个老私密账号呢？我好奇了，记录你那一点好都没有的生活啊！来加龙。加龙说句话来，你好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？啊，说，第一次连，就是说我这边有个问题啊，就像条约能谈吗？什么东西？条约就是说，条约跟北边的那边的，你跟人家签的条约有啥问题啊？就是说中国这边成立的时候，不是说那个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吗？啊？对。那就中国那时候清朝的时候和那个俄罗斯签订的那些，这又咋的了？不是，我想知道，就是我很好奇，就你们这个智慧的声音背后，真的会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脑子吗？就上来烙上清朝了，签条约了，完了就是我很好奇，他耽误你今天的什么生活了？就是当时签了哪一条，导致你今天送外卖接单少了啊？就为什么这个抖音上面用户这么多？你这个大眼怪这种的，这为什么就整一个老那个私密账号呢？没尝试过，就是咱就说不尝试做个网红，没尝试记录一下你那个一点好都没有的生活吗？就为什么都是私密账号，第一个大眼珠子，现实整个老小号搁那切，说白了没人找你，为找你就你有私密账号有用，就爬个梯子搁那，还落上签合约了咋的？最近签过啥呀？啊？签过你家那一片前后3个小区供暖，签到哪家供暖公司？你还签过啥呀？一个个的搁这块上来搁这秀上智商了，搁这来这块人多了，让我再翻个跟头。哎，这块一堆蚊子，你别管蚊子干啥来了，唱歌的你先上我后头来，我给大家翻跟头。你是啥？你翻跟头上蹿下跳的你啊？跳跃溜鱼的搁这，啊，与你击剑说话来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什么活儿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啊。想问一下，就是最近有个那个骑行那个事儿，您看了吗？啥叫骑行的事儿？就是一个司机，不，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骑行，啊，然逆向后压人那那个，个完孩了呢？子，啊，对对对，完了呢？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？我想问一下子，你是那车要你开的话，你能不能反应过来？反应不过来呀、然后呢，你啥看法呢？啊，所以说就是目前是被批捕了，是那你吧？这不是那不是哥们，那是事儿摆在这，结果摆在这块儿呢，你责任该不该负啊？不该呀！百分比，责任划分百分啊，比，是百分比，啊，百分比那就该负啊，那你看这百分比就有百分比啊，对他是吧？以什么罪批？是以那个我叫等会儿做，你怎么的？你是再以。说一遍刚才话，怎么大舌头你啊？啊，对，有点大舌头。啊，有点大舌头。完了，你咋？你现实是开车的时候碰上过类似的事儿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哪儿不得劲啊？哎，你哪儿不不得是，劲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现在不是被批捕了吗？啊？啊，我想问一下子，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可能例子不恰当。操他妈又抬了，真是的，真磨叽，真磨叽，非得他妈谈敏感的，非得谈敏感的，去妈的吧！
大舌头狼藉的，骑自行车，我骑自行车我要给找，就很简单。你现在端着一骡子重物啊，你端着一骡子重物，完了你在这走的时候离了歪斜的，旁边过一个人帮一下重物倒了，你给人给砸死了，你能控制吗？你能控制了不？就这么简单的，你告诉我负不负责？那咋判？等结果就完了呗？是你开快了，这道不该走啊，还是怎么的呀？你等判不就完了吗？上来非得这个时候啊，我这个时候我来看我这你什么态度？我是什么态度？大舌头狼藉，一天一个个，这他妈要命！操，他妈合约六约的，一个个傻逼似的，一个个，就他妈没挨过饿，你饿两天，就他工资都拿不出来，像美国打老都打黑工似的。给你他妈扔墨西哥去，给你扔他妈越南去，这还得劲儿了，吃饱撑的，连，赶紧炸，赶紧给那房子炸他，啊，来，这回别往出切了啊，说来，能听到吗？啊，这回别往出切了，再切出就没声了啊。我就问你，你天天做爱国生意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我不觉得丢脸的，没活别硬整，行吗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，我问你，中国人为什么活得那么累？啊，自找的，确实累。你怎么累？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吗？哎，我哥们儿，来打开摄像头，拿身份证说，来我跟你唠。开始无能炸房是吧？来，别跑啊，哥们儿，活那么累，那讲话了，你那个房贷是谁逼着你背的呀？啊，你正常上班，你挣多少花多少的话，我想问一下，他累啥呀？谁逼着你花的呀？怎么的换到美国你能挣起啊？哼，上来整你们老哇哇口音，上来疯狂炸房炸吧。画面又屏蔽了。好，揭开咱一直那啥抬到开不了为止是吧？来。这好像他起这个名去签证上美国那个成功率能提高一点，好吧。你就没了，正常常规操作啊。常规操作。没问题，我直播间有爬虫的，爬虫的你找不着你就完事儿了。